后代的房子拆掉了，那它完全是闽南式的那个一个长巷哈，一个长的建筑物，现在刚好拆掉了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真的很可惜。好，完成完结了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是自由干的，哈哈哈哈哈！要不你自己游，自己游，自己游。哎，这些都是自由干的，这些都是在。